咱片子筹备一个月，前路漫漫，咱们荣辱与共啊！为华语电影干一干。他之后的作品一定会留在电影史上面。哎，咱们把咱这人物都改成聋哑人得了。我操！咱把第四故事给删了。我上一部电影怎么了？获奖就没烂片了。我看什么素材啊？喝点茶吧啊！导演，咱能真诚点吗？这烟不错吧？咱点个辣炒豆皮呗。工作证明天就过来。跟不上他自己写得了，而且他老往我这塞演员，什么意思呀？你用点劲儿。定死了吗？咱不能再往里给使使劲儿吗？说不整天咱露一点吗？搞现在吧，是我来演你老公呢。我就看他是不是干创作了。咱别拍了，你看那还写着开机大吉呢。咱片子要这么拍就别上了。咱为华语电影，咱勇敢一次。